对面那个电动车上装着粉色挡风被的大哥，请你戴上口罩啊，戴上口罩。打电话的帅哥，你口罩呢？赶紧给戴上。迎面走过来的美女边上的那位帅哥，看到你戴着口罩了啊，把口罩戴戴好，戴戴好。边走边吃了几位美女，抓紧的把口罩戴上，东西可以回家吃。手里拎着超市购物袋的那位大哥，那个口罩戴上哈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吃串串的几位帅哥，不要再扯淡，外出的时候戴好口罩，挥挥假扯哈。舒阳交警提醒大家啊，在特殊的时期外出一定要佩戴好口罩。